马路上的积水都已经有这么深了，你看这个车过来的话，就大家就知道这个雨水是有多么的大了。今年这个年真的不是个太平年了。你看这个雨水，我这一身都打湿了。哇，这后背根本挡不住啊！这雨水太大了，哦，好大的风，北面那匹山就是铁山坪了，这下面就是江面了，这个视野不够宽了，看不清楚啊，我们还是走前面去拍一下。朋友们，我现在到了铜锣峡那个峡口的位置啊，也就是从这个位置之后江面又会变宽，大家注意看，就从这里，从这里之后江面突然又变宽了。铜锣峡的形成是因为两边有很高的高山，之后那里成一个峡谷，所以就形成了这种好似山峡一样的峡谷。下面我换个角度让大家欣赏一下这个壮阔的景色。六岸的朋友们不要回来了，二十雪峰又来了，大雪又来了，二十雪峰水又下来了，又开始了，都化水了，都淹掉了，一古镇都淹掉了。古镇大河破坝了，看看，水都流到哪来了，全部破坝了，看。In order to protect Henan Province at the upper stream of the Huai River and Jiangsu Province at the downstream, water has been discharged in Anhui Province. After Wang Jia Ba Jia discharged water for the first time in 13 years, three dams were opened to discharge water on July 20th.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that three dams were opened to discharge water in Yingxiang County, a northwest county of Anhui Province. Anhui Province was sacrificed in order to protect Henan Province. On July 22nd, many places in Henan Province experienced torrential rain. The heavy rain resulted in floods, making streets into rivers. The deepest water level is above 1.5 meters. The Meteorological Department indicated regional floods are likely to occur in the north as the rain moves there. Hey, 大家看一下，这个天都已经黑了，待会儿马上快下大暴雨了。前面一直在这个打雷闪电，这个乌云已经黑压压的压过来了，天都已经快黑了。我靠，这个大雨马上下，已经开始下了。我靠，我要马上走了。看这个，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雨，已经开始下着来了。这大雨马上下下来了，已经开始下了。哎呦！找个树下躲雨，这个闪电闪的我都有点害怕。我靠，这不知道是要下多大的雨啊！这个天都黑了，感觉好害怕呀！妈耶，我还不知道怎么回家呢，这样的话，这雨下来了。这个雨太大了，一下猛地下起来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雨水啊，你看这个天桥，我现在在这个天桥下面躲雨，你看这个雨水大不大，这个雨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才短短的下了还十几分钟，这个马路上的积水都已经有这么深了，你看这个车过来的话，就大家都知道这个雨水是有多么的大了。今年这个年真的不是个太平年了。就看这个雨水，我这一身都打湿了。哇，这后背根本挡不住啊！这雨水太大了。哦哦哦哦，好大的风！北面那匹山就是铁山坪了，这下面就是江面了，这个视野不够宽了，看不清楚啊，我们还是走前面去拍一下。朋友们，我现在到了铜锣峡那个峡口的位置啊，也就是从这个位置之后江面又会变宽，大家注意看，就从这里，从这里之后江面突然又变宽了。铜锣峡的形成是因为两边有很高的高山，之后那里成一个峡谷，所以就形成了这种好似山峡一样的峡谷。下面我换个角度让大家欣赏一下这个壮阔的景色。